圈子里很爱任何人，爱很廉价的，周围都是。友情饮水饱，你这里真的只是喝水，看看饱不饱。我在乎的是成果，要的是责任感，是你能不能够养家糊口，这些才是爱。其实你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不合格的男人。OK， 但是我很专业。因为女人肯要你吧？男人要是能干出名，多少女人肯倒贴啊？专业。